东桥 Vlog， 我们今天来到神包町的屯大学，我们要来挑战超大分量的烤肉屯冻。吃饱饭啦、啊，用走路来消耗热量一下吧。好哦，接下来去哪边呢？今天走路到东京车站。神包町啊，可能是一般观光客比较不会来的地方，但这边其实餐厅很多，然后也是咖喱的一级战区哦。吃甜点喽！热量哦！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三月前的 Koredo， 就是这边啦！耶、这是我跟鲍勃一致好评的御屋金次郎的什么东西？炸地瓜条，然后它上面有没有亮亮的？那就是糖粉、糖霜。哦。脆甜，听看那个脆脆的声音。我们刚刚在便利商店买什么东西？超级可爱的，对，这是伊藤园的抹茶哦，还有这个送这个套子，可以防那个杯子流汗哦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光非常漂亮？因为我们在取景，我们随便找个地方。对，为了取景无所不用其极啊。低温烘焙的伊藤园绿茶，配上绝美的日本桥景色。住日本真好。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东京车站的八重洲口，然后这边很多餐厅哦。东京车站到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看我们从神保町走到东京车站。我们这一集的赞助商是谁呢？ Louis Vuitton。谢谢 Louis Vuitton。LV 啦。LV 啊，好，我是鲍勃，晚安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